干嘛这么的？爱看录像带啊？啊，哎，叹什么气呀、啊？你觉得这么大艺术家，我也不好意思说你。怎么了？他净看那个录像带。什么那个录像带？有香港的，有欧美的，日本的那个，爱看啊。学习点科学知识。啊，我们就是学一学英语，主要是。好吧，你开心就好。不是，您要说什么呀？就是那会儿嘛，就卖录像带，都是那些个不让卖的录像带。啊啊，当年卖那个也是偷着卖啊。这是禁的呀。边路边摆一小桌子，嗯，放一个录像带、啊、盒那会儿，但里边没有瓤子，放一盒，没有袋子。你警察叔叔来了，你也不能把它怎么样。哦，他摆一盒空盒、啊，但封皮是于老师喜欢的那种。对，别提这个。于老师打那儿过啊，啊，我还倒回来，爱看 啊，人家就过来了，嗯，爱吗？啊，要学先进的科学知识吗？这都太了解我内心了，这人。嗯，于老师乐了，嗯，太龌龊了，我这乐声。行了，你看一盒想起什么来了？你这卖袋子。哎，这不要脸的玩意儿！哎呀，多少钱？嗯，30块钱。80年代啊，80年代，嗯，一个人一个月工资有时候80、90的。对，这一盒袋子30，但是于老师那也买，好学，掏30给人家啊，人家接过来揣兜里，嗯，明天早晨5点来拿来，今儿还不给，好，不能同时给你。哦，警察叔叔来了怎么办？这老憋着这个。早晨5点，你上这拿来。嗯，未必是我，啊，没准换人。换人给你送袋子来。哦，定一个暗号。什么暗号？光着膀子抱一颗白菜。这好家伙，这暗号太明显了。这个于老师回家这一宿睡不着觉啊，闹腾啊。大早上起来4点就起来了，光着膀子抱着白菜就走。好家伙，他母亲喊他，嗯，回来呀。干嘛呀？喝完了腊八粥再出去呀。冬天呐。冬天定一暗号，光膀子抱白菜呀、啊，腊八那天不也是夏天哪有白菜呀、啊？是吧？光着膀子抱白菜去了。哎呀，到那地儿，这人已经动不了了。那是，腊七腊八冻死寒烟嘛、啊。老半天，人家卖袋子来了。哦，那傻子是你吗？我呢？整身的转，我都冻僵了。嗯，人家这才给他袋子，哦，给塞在怀里了，回家。回去到家不能马上看，干嘛呀？老太太在家呢。哦，给老太太收拾东西，干嘛？送到长途汽车站，干嘛去？因为你姥姥家是河北省保定，好家伙，买张票给老太太送回娘家，费这个劲，自己这才回来，挂上帘关上门，打开录像机看这盘袋子，看吧，我要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。行了，打开电视一看，什么呀？母猪的繁殖。哎，上当了，这是。找他去吧。那是啊，到那儿一找去，人家乐了啊。头一次是为了试验你，凭什么试验？万一警察叔叔来了怎么办？那警察叔叔明天早晨还是这儿，给你真的，又换一次。转天早晨5点，哎，来了，到这儿等着，等半天没人，没来。突然间想起来了啊，赶紧回家脱一光膀子，抱着白菜。哎，把暗号给忘了。哎，这回来人家哦，刚才看就是你。是啊，没有白菜不敢认。那好，就认白菜呢。给你这盘袋子。嗯，这才回来。哦，到家看不了了。怎么又看不了了？老太太回来了。贫不贫的这老太太？给老太太送到车站，买张车票、哎、送回保定。踏踏实实搁那儿住几天吧。啊，这回来关上门，捅进袋子去，坐着看。这回行了。行了吗？小猪的喂养。好家伙，生的还真快啊、嗯！就是为了学习。学习什么了？这学习说相声不是那么简单的呀！啊，学相声，这是天底下最简单的艺术形式，但是嗯，它是最难的了。啊，这还难？你看，你比如说，就这一屋观众啊，就是这青岛这体育馆得有几千人吧？得，这种演出嗯不好演，商演。你商演，你让观众自觉自愿的打口袋掏钱，嗯，你只要让老百姓自己花钱的事儿，最重要一点就是你不能骗他。怎么都不能骗人，花钱了。嗯，你要说你们大伙儿坐一晚上，我一人给你2斤鸡蛋，那是另一回事。嗨，
那不挨。我想说什么说什么，你拿我鸡蛋啊，对吧？但是这个你拿人钱了呀，啊，所以意思就不一样。是我们都是从小学的，嗯，因为他高峰，我们这都从小一块儿，包括嫂夫人他媳妇儿，嗯，我跟他媳妇儿也是打小光屁股长大的。对，没听说了，有这么说话的吗？形容词嘛，形容词不能这么说。谁谁光屁股长，很正气。那是哥们儿之间可以这么说。我就拿你媳妇儿当我哥们儿，小的时候，那后来我们就到二十多了，得穿裤子了。对，二十多之前都没穿裤子呀。不是，有时候抱白菜的时候也穿。没听说过，别提这个。就是打小说相声啊，相声四门功课呀，啊，坑蒙拐骗，这好。说学逗唱，说学逗唱啊，这个唱指的是太平歌词。哎，这是啊，有人说唱京剧、唱大鼓、唱评戏，嗯，那叫学，学真正的唱叫太平歌词，本门唱。哎，唱几句你们听听啊。好，唱一什么呀？单刀会，嗯，偶龙捧圣，呵，单刀会。哎呀，喊单刀会的多哈，行。喊单刀会的多，我给你们唱一个骷髅菜。哎，你这脾气摸不准，猜着了以后就不买票了。嗨，您就唱。于老师当年为了唱太平歌词，嗯，在太平间住了半年。好家伙，我跟那儿学的。唱完了还喊呢，嗯，不服的坐起来。哦，你坐起来我就服。嗯，他们坐起来你就躺下了。庄公打马下山来，遇见了骷髅倒卧在尘埃，庄子修一剑发了恻隐，身背后摘下了葫芦来，葫芦里倒出来金丹一粒儿，那半边儿红来半边儿白，红丸儿指的是男儿汉，那薄药粒儿指的是女裙钗。用尽咱这个巧牙关，灌下了药，那骷髅骨得命站起来身来，伸手抓住了高头马，叫一声先生你听个明白，怎不见金鞍玉尘我那逍遥马，怎不见琴剑书香我那小婴孩，这些个东西我全都不要，那快快快还我的银子来。庄子修闻听长叹气，那小人得命他又要死财。好，太平歌词，哎，这骷髅叹，除了这个之外再唱什么，嗯，都算是学，都属于学科了。那比如谦儿哥啊，学的评剧是最好。哎呀，那是您客气，学过几句。他唱那个刘巧，评剧的刘巧，呵啊，跟新凤霞老师有几分相似。哎呦，我这纯模仿。我陪着您，咱们唱两句那个对唱好不好？咱俩唱好不好？行，有您陪着我没问题啊。嗯，一见大婶扬长去，众儿心中暗着急，悔不该做事太无礼，悔不该对人瞎猜疑，走上前叫巧儿，我对不起你，咱们俩谁跟谁何必太客气，王寿昌明天他要把我娶，咱到村子里头解决问题，村里一定是不同意，咱到乡里头解决问题，乡里头还是不同意，咱到县里头解决问题，县里头肯定是不同意，我把你卖到了红灯区。什么词儿这？怎么出这词儿了您？没有你这样诚心的欺负人这就啊。你看评剧啊，它跟其他剧种发音位置其实都不一样。不一样吗？说相声难就难在这儿，都得学。哦，你要唱梆子，你整个劲儿全得调动起来，跟评戏不一样。一个是用气，一个是唇齿喉舌牙。哦，哎，河北梆子的发音什么味儿？梆子它不一样，你包括它老生，它男老生、女老生都不一样，这都分啊。你看，你看它女老生什么味儿？客
说是我的儿啊。不一样。不一样。过去就过去了。那是你在你比如男老生，他梆子是男女同调啊，男老生没有这么高调门。男老生唱什么？他是本公音背公音相结合，就是真假嗓相结合，这难度大。过度的时候还不能太愣。什么味儿？他半说半唱。怎么着？可说是哦，我的儿啊！我也是什么欠，我也是。还有一个爷爷骂孙子那个，我就不听了。有人替你爱听，哎，对，爱听冲你唱啊，包括一些个小曲小调，嗯，也是我们的老师，都得学，都得学，都得唱啊。你看前两天我们又翻出好多老的那个小曲，嗯，包括清宫档案里边记载了，哎呦，给皇上听的那些个小曲，那是阳春白雪，哎呀，太雅致了，是吗？另一股劲儿啊，给皇上听的什么呀？你看有这么一段给皇上听的啊，您唱唱，你别搅和啊，嗯。小寡妇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这是给皇上听的吗？这还没我品位高呢，这个这是给娘娘听的。嗨，不是寡妇，小寡妇三更半夜雨泪纷纷，思想起多情有意的人，我为你望山跑死马，我为你杀里登黄金，望断天涯中和而勇，骂了声抽烟喝酒烫头的人呐、这要有文化。为什么我还跟于老师在一块呢？怎么最有文化？你瞧，又捧我，给大伙展示一下啊！啊，四大名著是哪五本书？这您拿我当傻小子了是怎么着？四大名著是哪五本书？四大名著是几本？四本书啊！四本书啊！啊，有一本叫《青楼》，《青楼》《红楼梦》的吗？《红楼梦》啊，不是您刚才说那第一、第一句、《红楼梦》是吧？《红楼梦》有，《红楼梦》里边有个男一号叫贾宝玉，那倒是。好，请于老师回答一下，您说贾宝玉叫什么名字？啊，你就叫贾宝玉啊。宝玉是小名，怎么？宝玉是小名，哦，《红楼梦》里三番五次提、小名叫宝玉，是大名叫什么？那还真不知道了。你看，嗯，整个《红楼梦》就没最后提一句贾宝玉大名叫什么？啊，您也不知道啊？我要知道我还问你。嘿，那你考我干嘛呀？你看这玩意儿啊啊！再问你《西游记》啊啊，白龙马看过吧？白龙马知道啊，白龙马名字叫什么？叫白龙马呀，那叫你看像话吗？啊，白龙马名字叫什么？不知道，蹄儿朝西。哎嗨，那叫名字呀，那叫，您开玩笑的。哎，就是得多读书啊，是读完书才知道哦，确实不知道贾宝玉叫什么。对，这不读书还没准知道啊，挺好啊，这个听听相声，嗯，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，是我都很羡慕你们，真的。我要是有那个机会，我也希望着不站台上拿灯烤着下去，无论找谁哈，坐你们怀里边，咱们听个相声。坐怀里的，这，您是找一机会坐怀里，就因为座都满了吗？咱们挤着点坐，是不是？哎呦，这全是女的，你瞧。今天的观众素质确实有待提高。艺术形式很多，是啊，当然有人说了，我不爱听相声，没错，这也天下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和一个演员被所有人都接受，哎，不科学，这倒对。花八个亿拍一电影，拿过一万个奖，票房卖三千个亿，我就不爱看，你也不能打死我，那就是嘛。所以咱得讲理，哎，允许，嗯啊，看电影当然也挺好了，啊，于老师拍的那个，嗯，
老师好吗？是吧？问号的呀，老师好，好不好？哎，这好，老师好。嗯，于老师，老师好，演的真棒。您就捧我，真的是实话，我去看去了，谢谢我去看。嗨，得嘞，谢谢各位，您多捧场，演戏演得好。嗯，就把那个苗老师那个心态、那个状态描写出来。这那个年代过来的，真挺好。电影啊，电影可不是中国人发明的，那倒是、外国人发明的。对。最早有为什么有电影啊？1890几年的时候，据说呀，有俩人抬杠，抬杠。这说这马呀跑的时候四蹄都在地上，哦，那个杠头就说了，马是腾空的，都不在地上。有一哥们儿照相的，英国一哥们儿，嗯，做个实验吧，怎么实验？钉了24个木桩，每个木桩拴根绳子，拴一个照相机系在快门上，嗯，放一匹马打着跑，马蹄把快门的绳子碰断了。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拍了这么24张照片，哦，证明哎确实马蹄儿在跑的时候是腾空的啊。但是连续放这24张照片，突然发现这个人物怎么动起来了呢？嗯，就从那儿开始大家觉得这东西是可有文章做，哦，哎，慢慢慢慢才发展出了有电影。你瞧，电影进中国是1903年，也是很早的事情。最早北京有一个天乐茶园，哦，哎，在那儿有几个德国人带着机器跟着租园子放电影。哦，啊，当年这叫电光戏，呵，这种剧场叫电光戏场。嗯，啊，宣统3年，清政府下一文，就说必须男女分坐，像你们这个挨着坐，这个不可以。然后挨着，哎，这是第一，第二就是夜里12点之前必须结束，没有夜场。这是最早电影有关的这个文件说明记载，是吧？哎，我们看电影那会儿，咱们你记得80-90年代啊，我们当年看电影那都是。大屋子一个厅里边1000多人吧，啊，对对对，后来出小厅了，这个就这几十人了，方便了，太方便。什么叫太方便了啊？啊，包场啊，30人40人包场啊，就没多少钱嘛，就挺好。嗯，再后来还出了叫什么那个3D 的电影，对，3D 就在眼前似的哈，啊，就这立体的。哎呵，那会儿出了一个什么片儿，因为我很少看这个，于老师爱看这个3D 那叫肉团啊，啊。这个肉团啊，说您等会儿吧，肉团儿，您包饺子呢是怎么着？因为这个葱跟蒜我很了解。我有一大哥，原来别提这个，哪儿啊？您这来回来去说呀？嗯，我这玩意儿都勾着，没听说过，那不叫肉团，那叫什么？肉蒲团。啊、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哎。这玩意儿，那是啊，于老跑到香港看这个肉什么团去啊，连看好几天，我那么过瘾呢，上那好一场场看啊，看完在香港歇了半个多月嘛，我干嘛歇半个多月？天天吃6味地黄丸，缓了些日子，这才送回来。好家伙，不是看电影去了，那个后来就陆续拍了好多3D 的片子，是还进那个武术电影哈啊，那更真实，开打的好。于老师看这个闹人。什么？我闹人、啊！哎呦，吓我一跳！怎么了？嚷什么呀？这、啊！我跟着一块使劲，跟着嚼。哎呀，你电影院里不是你一人、啊？是啊，坐他后边都恨死了啊！哎，打着。散了电影，于老师还夸呢。是。3D 电影太真实，到现在还疼。这是，这傻子这是。其实之前我还有印象，80年代90年代，嗯，还有一段时间人们特别爱看录像带，啊，那时候有录像厅，没少看吧？谁没少看？谁没看呀？那时候我可是没少看录像带。你瞧瞧，小兵张嘎，啊，地道战、地雷战，那玩意儿出录像带吗？那个，我看的都是那些个，哦，那些个片子啊，是吗？于老师他不爱看，他爱看那个长知识的。录像带，谁都愿意长知识。您有什么奇遇啊？这个，有香港的，有韩国、日本、外国的那个录像带，啊、于老师，哼，没少看。学英语，学英语。哎呀，当年卖这个也没有光明正大敢卖的。这没有啊，没有，有的就是熟人之间拿一盘来你看，哦，啊，逮知道就逮起来了，还逮，有的街上有，于老师跟街上买过，我也胆儿大，
街上摆一个木头的凳子，放一盒录像带的空盒。哦，空盒，空盒。哦，哎，人家警察来了抓你也没办法，他就空盒。对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啊。但是他有封面，嗯，印的就是反正就那个玩意儿吧。嗯，哪个玩意儿？卖袋子的呢，躲得旮旯，还不露面。哎，非得于老师这样的。嗯。这先得我这个，站住了，嗯，拿起盒来，嗯，我去，看热了是怎么着？我这，人家那个才过来了，嗯，怎么样？嗯，有心气儿啊？啊，我要学习科学知识。哎，多少钱呢？嗯，40，不贵，80年代末期40，嗯，一个工人一个月可能挣个280到300。哎呦，那可不便宜！为了学科学知识，别提这个了。啊，于老师，要看看这个。嗯，人家跟你明说，你看看。嗯，空盒，没有。你交40。嗯，明天上午再拿那芯儿来。这保密工作做得还真好。你这警察来了，抓起来怎么办呢？嗯，过去是这样的。明天上午。哎，明儿你上午6点还是这儿？早晨可就不是我了，换一个人。那个人他拿着那袋子。嗯，给你。你今天给我40块钱。不，那他怎么认识我呀？你明天早晨来的时候啊，光膀子抱颗白菜。我神经病，大早上起来马路上光膀子抱颗白菜。那你学知识吗？总是要付出的吗？哦，于老给人40块钱。嗯，回家这宿睡不着觉啊。那是想着这袋袋子，天还不亮。嗯，我要学习科学知识啊。早晨5点起来啊，漱口洗脸收拾完了，哎，脱一光膀子，啊，抱着白菜往外走。你瞧瞧，他母亲还拦他，嗯，怎么这么早就出去啊？早吗？我有事儿。嗯，喝了腊八粥再走啊。啊，冬天呐，腊八腊七腊八冻死寒烟啊！这个，对呀，我光着膀子抱颗白菜，心是热的。哎呀，你让我抱一火锅呢，哪怕，嗯，抱着白菜出去了啊。啊，腊月初8。哦。按农历来说都是中国最冷的时候。那是啊。哎，站在街上，哦，这个学知识的状态 啊就这种求知欲啊。那是那是那是啊，一会儿啊，这人真来了。那是一看也没有这样的，就这一个。啊，那就是好认呢。 啊哎，转过来，在后边。嗯，满身转，我都冻僵了，合着是已经不会扭头了啊。这才转过来。嗯，人家乐了。嗯，哦，就是你啊，认识。掏出袋子来。嗯，给齐了啊，倒不骗人。于老师拿着袋子啊，谢谢。哎，对，这才回家，盖皮影了。嗯，到家不能马上看。干嘛不能马上看？老太太在家呢。哦，给老太太送到长途汽车站。干嘛去？老太太娘家是保定。哦，买张车票给老太太送回保定，让她回娘家。哎，啊，哦，这才回来，关上门，挂上帘儿，打开录像机，袋子捅进去，打开电视看吧。呵，怎么样？这回可长了科学知识了。什么？母猪的繁殖。哎嗨，我学这干嘛呀？上当了啊！找他去吧。哦，找他去吧。啊，找他去，是得找他去。找去吧。嗯，哎，找去了。嗯，到那儿一瞧，没有人。一算这点儿不对，我还得早晨6点去。对了，生气，这一宿睡不着觉。是，早晨6点又奔那儿了，找他去。等半天没人招呼自己，他跑了，赶紧回家把衣服脱了。嗯，抱颗白菜出来。哎，好嘛，我这对暗号去了，上那没有这记号不行啊。啊，光着膀子抱白菜回来。嗯，人家出来，嗯，一猜你就得来。你瞧，还猜着了。给我这不是我要的科学知识，别提这个。哎，母猪的繁殖，对，我用不上这个啊。嗯，我们都是这样。什么叫都是这样？怕你报警，知道吗？你瞧，再交30，明天给你一盘真的，这就70了。对了啊，给30，这盘母猪的繁殖人家接过去。嗯，回家睡觉，转天早晨6点，光膀子抱白菜又来了。我累不累？就为看这么盘袋子，这才又给他一盘。啊，回到家来看不了了。怎么看不了？老太太回来了。这什么多？怎么那么寸呢？我这给老太太送到长途汽车站。好家伙，买张票走保定，走你，我非死在这盘袋子上不可。
这才回来。嗯，关上门，挂上帘，插上插销啊，打开电视，捅进这盘袋子一瞧，哎，昨天太缺德了，母猪的繁殖啊，你看今儿这真好，真好吗？小猪的饲养，好家伙，它生的还真快，你这这回彻底了解了。啊，是学知识了，那错不了啊！你别提这个，这就当初，后来不就出了那个 VCD 了吗？啊，光盘 VCD， 再往后 DVD， 啊，就更先进了。好，于老师可攒了不少了。啊，谁说的？啊，出光盘就比录像带要省心了，省心啊，地儿小啊，啊，省内存，储存量还大呢。嗯，再后来，于老师会玩电脑呢，这厉害了。怎么？他能下载了？你瞧我学这还挺快，你这。下载了好多科学知识，啊，可是也有苦恼，怎么？因为这会儿儿子长大了，你们家人还挺多，怕孩子玩电脑发现怎么办呢？嗯，单弄一个文件夹，哦，写上恩师相声表演艺术家石富宽的相声造诣，把我师傅都搭进去了，我就怕孩子，我要看看爷爷，不，别。爷爷那儿那起姐姐还没起呢，好家伙，别提这个了。嗯嗯，所以说这文化娱乐嘛，什么文化娱乐？有人说我不爱跟家里看录像带，啊，也不爱看电影，我喜欢看话剧，话剧也可以，话剧是好啊。你看现在你看好多人团体演话剧，嗯，小舞台剧，对，各种题材多棒，好看。话剧当年叫新剧，新剧，您记住了，当年京剧叫旧剧。哦，包括戏剧评论家也是昨天晚上观看旧剧如何如何，嗯嗯，跟他对着新剧就是话剧。哦，以前这么叫，也叫文明戏，这我倒知道。哎，嗯，文明戏，哎，就是话剧，嗯，有那个大的班社，有小的班社。对，嗯，那会儿很多说相声也演话剧，也演吗？你包括我们的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在天津，嗯，他成立过北方话剧团。嚯，哦，那很先进了，也干这个。嗯，话剧也有草台班子。是吗？有草台班子，哦，十几个人，二十几个人，嗯，租堂布景，弄点道具，哦，也就演了，倒不复杂，不卖票，不卖票，不卖票，计时收费。哦，门口来个桌子啊，桌子后边坐一人，嗯，桌子上有一电铃，嗯，一摁这铃，这是收费，全场收费。老大爷从门口过，嗯，没看过话剧，大爷里边请。哦，进去看看话剧是。哎，又不吵又不闹啊！好，瞧玩意儿吧。嗯，大爷进来了。嗯，刚坐那儿。嗯，噔，收费，铃声就响了。嗯，伙计们过来了。是，费心费心。哦，这儿三毛，这儿两毛。给吧，大爷您手里给点吧。嗯，刚进来没看呢，那座得要钱呐。哦，座钱。哦，对，前后台三十多人就指您吃了。呵，您是引路的财神，嗯，将中的领袖。哦，啊，一毛两毛您也不在乎。是，大爷您赏下来吧。赏，给一毛钱，座钱。看戏得了，话剧开始了。好，哦，台上一个少爷，一个小姐。呵，过去竟是爱情的戏。对，哎，亲爱的表妹，这是台词。少爷说话，嗯，亲爱的表妹，嗯，啊，费心各位。又来了，这儿三毛，这儿两毛。呵，大爷给钱吧您呢？啊，怎么刚给完？是啊，一句。刚才给的是座钱。对，这回呢？这回正经是戏钱。哦，这开戏了。哦，多少钱？哎，给一毛吧。给一毛吧。一毛两毛您也不在乎。哎，前后台三十多人指您吃了。是，引路的财神。得了，给一毛钱，赏下来走了。嗯，台上说话呀，哦，亲爱的表哥。哎呀，贫不贫呢？费心。啊，这儿三毛，这儿五毛，大爷给钱。是，怎么又来了呀？对呀，看都聊上天了，赶紧给钱，快点。嗯，哎，对，就赶紧看戏，嗯，给一毛钱。嗯，别来了啊。是，走了。嗯，台上说话。哦，表妹，我好爱你。哎呀，真搅和的。费心，三毛五毛，大爷给一毛钱。嗯，哎呀，要了亲命了，哪一哪儿啊？一句话一收钱啊。啊，给一毛钱。嗯，表哥，我也爱你。又来了，净，哎，听铃了。啊，这个，大爷，大爷给钱。怎么又要钱？你没看都快结婚了嘛，是吧？啊，结婚了，还没结婚我就花四毛了啊！这生孩子我得花多少钱啊？好家伙，这不行，不看了，我得走。嗯，大爷站起来往门口那走。哦，刚走到门口，身后说了：“嗯，表妹，你嫁给我吧。”又响了，大爷交钱，我不看了。这句你也听见了，知道吧？愣抢，这是掏两毛钱，嗯，扔在那儿。好，人家找一毛，嗯，大爷攥着一毛钱，骂着街就出来了。不听了，这辈子不看话剧了。嗯。
太贵了啊！说的是，再一瞧这一毛钱短一角啊，短一角没不能花呀，花不出去。哎，一扭头一进门，表妹正说话，表哥我也爱你，给你走。哎，对对对，连铃都没听见，这来随份子来了啊！打这儿起，我再瞧着我是那个啊，嗯嗯。转身过马路，后边来蹬自行车的。啊，大爷看车，噔，又演话剧追这儿来了。搞神经病了吗？这啊，过去演话剧的啊，好玩之极，也骗人。当然了，如果说这些都不喜欢，兜兜转转转一圈，嗯，还是来听相声。哦，最后还得听相声，还是得听相声，是吧？相声热闹啊，我们是归到曲艺这个行业里边。那是啊，啊，古曲、宋说就是这么两大块，两大类啊。于老师。我们这都打小在这里边熏出来的啊，小时候学说相声，第一要学会我们的本门工作，第二就是要把我们周边的曲艺形式都得会，这都离得最近的啊。你京韵大鼓、西河大鼓、京东大鼓、铁片大鼓、东北大鼓、梅花大鼓、菊花大鼓啊，菊花大鼓有吗？没有，没有啊，梅花大鼓就是梅花是吧？对了，梅花大狗，大狗干嘛？什么？大鼓，哎，各种大鼓都得会唱。我小的时候还唱过西河大鼓，西河大鼓也好听啊，西河大鼓好听啊，是有长篇书，有短篇书，哦，啊，嘴碎但是有意思。哎，这么着得了啊，您给我们唱几句这西河大鼓怎么样？咱们听听。长篇书它就是一干就干仨月，哦，唱大书。哎，杨家将啊，薛家将啊，胡家将啊，嚯，连说带唱是啊，这屋里坐满了，坐一百多人，哦，一百多老头老太太，听这这敲着鼓，那儿坐一弹弦的，嗯，说会儿唱会儿也挺好玩。怎么来呢？大众的佛台，慢慢的听，真好。压住了鼓板，舒开了正风，爱听文来，爱听啊武，爱听剑来，爱听钟。爱听文来包公案，爱听武的有这水泊梁山兵，半文半武拿贵啊台，刘大人奉旨的钦差出了北京城，这不河间险险沧州下了山东，要不然怎么唱一回全本的胡家将，胡延庆进东京，上坟烧纸打闹汴梁城，会一会老庞文拿那和尚欧子英，若不然咱们唱一回刀马金枪南北宋，杨延景军马弓，白虎帅他大战那坐天蓬啊。好，这玩意儿听着过瘾呢，就这一下午仨钟头连说再唱，耐听，很快乐。这叫西河大鼓，好听。还有京东大鼓，哦，那有意思。哎，你听这地名，京东，京东啊，三河啊，香河啊，是这边出来的。哦，最出名的演员叫刘文斌呢，唱得好，公鸭嗓，云遮月，好听，有味儿。表弟是啊，的个儿里个儿东。收条龙帘挂金钩，有一位无道昏王要下扬州，有文官上殿把那王解劝呐，武将上殿也把王留问。哎哎，有点意思，好听啊，京东大鼓，啊，那一味儿，有短段也有大书啊，也唱大书。对，很多古曲其实都是河北省一带出来的。哦，啊，你包括铁片大鼓，铁片大鼓，铁片也叫烙亭。对，烙亭分两种，一种就是唐山烙亭，一种就是天津、北京的烙亭。哦，也好听的舒展，什么味儿啊？啊，您学学。八月里的秋风啊，阵阵凉。一长腰的薄露啊，严霜儿一场，小严霜单打那根儿独根底草，
挂的边儿甩子儿啊，荞麦叶上燕儿飞南北，知道冷热秀女在房中盼想才郎。二哥哥走了一天，我墙上画一道啊，走了两天啊，道成霜，想二哥我一天吃了八斤饼，想二哥一顿喝了六盆汤，八斤饼六盆汤吃完了多少有点撑地慌。废话，二哥哥有官没官回来一趟吧，你搀着二妹妹干嘛呀？我赶紧的上趟茅房。我没听说过。一会儿一会儿啊，不着急不着急，别影响演出好吗？谢谢。好了啊，该我说了啊，又来到青岛，好开心。是，我在青岛有一套房啊。是吗？来了我才发现很凉快啊，就是忘了我那房子在哪儿了。有多长时间不来了？好久没来了啊。啊，谢谢各位吧。嗯，刚才是张鹤伦、郎鹤炎，对，我的两个徒弟，小哥俩，让他们下去休息一会儿。嗯，换上我们老哥俩来了。对，我还是那个说相声的小学生，我叫郭德纲。哦，谢谢，谢谢您，这是客气。嗯，这次来到青岛呢，我个人来说吧，我是很开心。哎 哎，你不介绍我就别往我这比划一下，行吗？也不用介绍，都认识。啊，这大家都熟。于谦老师，别老师啊。这是我师哥。哎，哥俩在一块合作小半辈子了啊，真得感谢谦儿哥。嗯，客气。尤其今年的演出对我来说意义比较重大。怎么呢？我们有一个大标题，叫说是郭德纲从艺30周年全球巡演。是啊。但是呢，这个30年呢，是指的从我16岁开始干专业，指的这行吃饭算。哦，从那儿算的。如果从我7岁学艺算呢，啊，我应该是从艺39年。嚯、啊！但是不能那么说，岁数太大了啊，不合适，不从那儿算，不合适啊。嗯，所以说谢谢各位的鼓励和支持。是，我也没有什么能耐，这些年主要是两个工作。哪两个工作呀？第一，让观众开心，啊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第二，嗯，让同行团结。嗯、啊，这是搂草打兔子。要是没有谦儿哥，嗯，我前进的路上一定会非常的坎坷。哎呦，您不必这么说。多亏了谦儿哥。哪儿的话？真的，郭德纲在这个舞台上，嗯，只占20%。哎呦，那剩下那80%呢？于老师和他的家人。对，我明白了，净说他们了是吗？感谢于氏家族为相声贡献了这么多的素材。啊，这不能这么说，嗯。一说一乐，你也不用往心里去啊！哪有这么多真事儿啊？那倒是。那你说说谁呀、啊？啊，相声第一，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我身上。对呀、啊。第二就是发生在他身上，就我们俩呀。第三就是我们两个之外的事情，也就这样。我们也不能说其他的行业，不行。我们也不能说不认识的人，啊，我们更不能说观众，是吗？哎呀，怎么怎么样？你看那边那胖子，他们家怎样怎样？哎呀。
没说完打起来了。对，所以只能说我们自己人。嗯，哎呀，于谦的父亲怎样了？嗯，于谦的媳妇儿怎样了？嗯，于谦他儿子怎样了？嗯，啊，这个一说一乐。嗯，可能真实的现实生活中98%的事儿，哎，咱们稍微没有那么高的比例，还往真了说呢？您这个，哎，你以为我在台上一说谦儿哥的媳妇儿，我就那么开心吗？啊，你就是这么开心。对，我是不是乐出来了？啊，对，我都听见声了，快。多亏了谦儿哥对我的帮助。您老这么客气，这是中国相声界特别善良的一个人，反正人好，在北京都知道他是于大善人。不是，您加这么大一动作干嘛呀？彻底，这怕的就是彻底。你看啊，心善。哦，欣赏。哎，包括我刚我们门口那个德云社旁边那个小剧场旁边，嗯，饭馆。哦，于老师来帮忙来吧。帮忙？饭馆叫他，他也去。帮忙吗？他有一书包打开了，啊，里边有一白帽子。哦，戴上。有一白大褂，穿上了。啊，到饭馆给人家切菜，炒菜。我这行头都自个儿带啊。对啊。我这是专门来帮忙来的，这你看看，啊，你这善良，哦，这儿刚忙活完，帽子一摘，大褂一脱，卷好了搁包里，那边来信儿了，谁呀？胡同里边王奶奶去世了，这我能帮什么忙啊？儿子在国外，啊，没有孝子，不能出殡，让我去，谦儿哥，你头走，哦，书包打开了，啊，白帽子拿出来，白大褂穿上了。自个儿打包里拿出一番来，我自备番儿啊，我这服务太到位了，有点善良啊。这儿刚忙完啊，老太太刚火化完，啊，哦，孝子刚下班回来，摘了帽子，脱了大褂，完事儿了，搁包里边啊。旁边体育馆，这是请于老师，他们叫我干嘛呀？嘿，有请于大夫。怎么我又改大夫了？啊，当大夫，体育馆找他，啊，体育馆用大夫，戴上白帽子，穿上白大褂，我光应这白大褂的学了，我这个戴上手套，啊，口罩，啊，拎着包，哦，奔体育馆，我上那儿干嘛去？夸一推门，啊，哦，于大夫来喽，都尊重他。我这大夫是干嘛呀？体育比赛呀，啊，体育比赛用大夫啊，检验兴奋剂。哦，我还能干这活啊？哼，这有点科技含量。有一个桌子啊，摆着一杯一杯的尿样。对，我听说是拿这检验。嗯嗯嗯嗯，于大夫，请。什么叫请啊？于大夫开心了啊，把口罩摘了，手套摘了啊，端起一杯来啊。嗯，啊，这得看。嗯，哎，那我这打里边要检查出茶叶来怎么办呀？我吹什么呀？有沫子。哎呀，哎，哎，怎么样啊？很健康。嗨，白喝了这一碗去。尝点得了，血糖偏高。哎呦，甜了。哎，也难受还。哎呀，当啤酒喝了。这怎么样？注意个人卫生啊！哎呀，我什么都尝得出来，合着。啊，就尝，太敬业了我。这是结石。好家伙，先看病去吧，别比赛了。这一桌子啊，啊，40多杯全喝了。
我也是渴了啊。这屋喝完，啊、那屋还有呢。那屋有请于大夫。我又干嘛去？于大夫上那屋，那屋推开了，哦，桌子摆着大杯的，这么大杯。哎、于老师，啊，哦，哎呦，干嘛？哎，行了行了，这家伙喝。这什么项目喝这么大杯呀、啊？赛马的那个马，好家伙！我这全管啊，太棒了，啊，太棒了！我就佩服他这个，我都佩服我自个儿。那是，啊，单纯善良，这有点傻。他这点儿跟他们老爷子一样。我父亲呢？哦，啊，我可能你们在其他的相声节目里面听到过于老爷子的事情。啊，不用，可能肯定听过啊。那些个都是艺术加工，怎么着？这是真事儿啊？呵，反在我心中，我觉着他父亲这份儿 啊，这还不错。老爷子可爱是吧？他父亲心地更善良，那比我还单纯，那比你还善善。善善不要加这手势，善良啊啊！他父亲信佛。哦，信佛，胸口这儿老挂着一袋铁观音。对，我爸爸信佛，这儿老挂袋茶叶干嘛呀？这，哎，闹不清楚，人老挂一这个啊。街坊四邻、大人孩子，谁心里别扭，嗯，他父亲几句话就能把你说服了，能开解人。哎呀，都管他父亲叫知心姐姐。这什么名儿？知心姐姐于大爷。好的，不知道男的女的了，这都可爱，七八十岁的一老头了啊，没事老抱着一个毛绒玩具。什么毛绒玩具？一个机器猫。嗨，老抱这干嘛呀？老小孩吗？啊，我就爱这个，喜欢。这是一个日本动画片，没错啊，机器猫。哎，它有一个学名叫什么呀？叫多来，多来多来 A 片，多多来 A 片，那叫哆啦 A 梦。哦，也可以。什么叫也可以？过来黑梦是吧？啊，对了，就爱这个。嗯，他爸爸好，他爸爸跟我是最好。哦，你们关系好。你看我打小在他们家长起来的。哦，瞧见我就高兴。是吗？吃饭去，请你吃饭。走，德刚，好，吃饭去。你瞧，我带你到全聚德烤鸡店，咱们吃个鹅去。好，也没吃过什么好东西，全聚德吃鸭子呀。同你父亲不能说鸭子这两个字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父亲被鸭子伤害过。哟，这我还头回听说。怎么了？哎，说来话长，啊，您解释解释。他父亲小的时候在全聚德烤鸭店学徒。哦，在那儿学徒，后来不太愉快。怎么了？你想啊，他父亲12岁进的全聚德，那就算童工啊，学包葱啊，那上去都是打下手。吃烤鸭都知道得有葱啊，是有葱有酱。他爸爸学包葱，先包葱啊，嗯，包葱包得好啊。怎么？后来被评为全聚德一级葱师，还有葱师啊？呵，一级葱师，哦，享受法兰克福骑士奖。那就是法兰克福骑士，我爸爸吧？哎。啊，那骑士的就说明很棒，包葱很厉害，很厉害。哦，一干就干了有20年，包了20年葱啊，包了20年的葱。哦，12岁来的嘛，嗯，包了20年的葱啊，30多了啊。后来来了挖墙角的了，你包葱的谁挖呀？天津的狗不理。哦，狗不理也是大馆子呀。你看，嗯，那个包子馅儿不得有葱吗？那点葱还要到这儿来，要挖你父亲走，给他包葱去。哎，来了进门就说啊，听说你们这儿有一松狮啊。啊，松狮啊，一级松狮啊。不是，你这套狗来了是怎么着？怎么说？松狮啊，一级松狮啊。对啊，全聚德不放，这还不放呢？人才啊，这一包葱的什么人才啊？哪能让他走啊？问问吧。啊，这了解一下，把他父亲叫来啊，叫于谦来一趟啊。哎，叫于谦。不是，你等会儿，不是叫我父亲吗？啊，对，什么叫对呀？他叫什么呀？他叫于谦。我叫于谦，我爸爸也叫于谦啊。不是一个谦。废话，
不是一个千也不行啊。他是千万的千，哪都不成。你爷爷是牵牛的那个千。好，仨全叫一名，写家谱省事极了。嗨，你不用，你不能这么叫来一问，狗不理让你去，你走不走？走，真去。我要换一个新环境去发展。哦，我12岁来的，嗯，我干了20年包葱了。对，我要走。嗯，全聚德说你走走吧，但是不结账。哦，当月不结账啊？不，全聚德有一规定。什么规定？在这干到60岁退休才能结账。20年白干了这。那你父亲也走？就愣走到狗不理。呵，先学包蒜。这也太糟践人才了。怎么呢？这么费劲挖一葱师来，这改包蒜了。他包蒜包的比葱还好。怎么个别人包蒜了容易指甲把蒜的皮儿劈坏了，那就卖相不好了，就不能给客人吃了。是啊，你父亲包蒜几乎没有问题啊。那有点问题呢？哎，如果用坏了啊怎么办？哎，他吃了。又坏了。哎呦，老坏了。好家伙，爱吃是怎么着？在狗不理啊，又干了20年，又包了20年蒜啊，然后提出来辞职，怎么不干了？胃口受不了了。哎，对，这谁吃20年蒜都受不了啊。嗯，狗不理说那走也行，不结账。还不结账？狗不理的规定是活到140岁结一次账。好家伙，那就没打算给人结账。这个，你爸爸一出来，嗯，满身的能耐。有什么能耐呀？这个，哎，又会包葱又会包蒜，这叫什么能耐？包葱包蒜的同时，看着这些个厨师炒菜，哦，偷艺。哎呦，自己会炒菜，那也行。但是那个年头，你没有厨师证啊，只能到单位食堂，嗯，给人炒菜，就炒点大锅菜，炒得太好了。哎呦，很可惜啊，后来被人陷害。我这都新鲜。这一厨子谁陷害、啊、过去有这么句话啊，厨子不偷啊，五谷不收，那是老习俗了。 你说厨子愿意往家拿点东西。 你说他爸爸能犯多大罪过？哪能拿什么呀？让人举报了。这还拿什么了就举报了？冰糖。这玩意儿能举报能多少钱啊？盐面盐花吗？那就是味精，小调料吧，葱姜蒜不叫事儿、啊、馒头，这是陷害人。大米有点过劲了。笼屉啊，蒸锅啊，冰箱啊，冰柜哦，电扇嗯、灯哦，桌椅板凳，哎呦，房梁嗯，门窗哦，地砖啊，女服务员。嚯、哦、好家伙，没他不要的了。这个整个这片夷为平地，我就看不见什么了。单位领导拿着饭盒打饭站那儿哭了。是啊，我记得咱们单位有食堂啊。哎呀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最后呢，被人陷害啊，他父亲抓起来判了10年。不多，嗯，哥我就给他枪毙了。嗯，他父亲在监狱里边好好的改造。哦，好好的改造，态度不错。最后是嗯减刑，提前半天释放。要我就坐满了他、嗯、我差他那人情去呢。我差半天干嘛？坐了10年监狱。哦，回家来嗯，于谦6岁啊。那不对了，你先等会儿吧。不对了，等会儿吧。合家团圆。行了行了，进去10年，我出来6岁，那账头不对了。那闹不清楚啊，您别瞎说。虚岁6岁？不能，谁虚4岁啊？好吧好吧，那不重要不重要啊。重要？怎么不重要？出来之后老头说了啊，我在里边虚度了10年的光阴。那是啊，我这半辈子不容易啊。12岁开始包葱，是包了20年。对，狗不理又耽误我20年。嗯，我的晚年生活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。这倒也应该的啊，一定要好活，弥补我这前半生。活得怎么样？呵，嗯，会活着，活得好。早晨一睁眼，嗯，先要喝一点猪奶。对，哎，我都没听说。促进身体。你等会儿吧。怎么了？喝牛奶和羊奶都知道啊，谁喝猪奶？
原来是喝牛奶，那就完了吧。后来喝牛奶受过伤啊。喝牛奶受什么伤？喝着喝着啊，那个牛坐下了，趴在牛肚子底下喝奶去了。是是是是是，那是容易受伤。后来喝猪奶就没这问题了，是吗？往上一躺，软乎乎的，跟那小哥几个一块喝。小哥几个干嘛？这打哪儿拎的小哥几个？喝点奶啊，喝完奶起来跑步。哦，还运动运动。你得跑步啊。是吗？跑步健身。那就跑去吧。但是他爸爸也跑步跟运动员不太一样，那没有那么大强度。哦，那是他就是说、随便找一个门，找门咣、啊、踢这门一脚，然后就跑。先踢门一脚，只要一踢完门他就能跑。哦，但是他有一个小要求。什么要求？这个门里边必须要住的是个寡妇、嗯、我爸爸踢寡妇门去了是吗？他倒没踹觉悟坟去。你这跑跑跑一大圈、啊、是身心愉快。那是寡妇追的，这是、哎、可开心了 啊。对啊，可开心了。跑完之后肠胃也活动开了，是开始要吃早饭啊。这才早点，喝一碗鸡汤。这还行，这鸡汤必须是用女鸡熬的汤、嗯、哎，什么叫女鸡？菜市场买只老女鸡。哎呀，还老女鸡，老母鸡，老哦，还有广东人。什么叫广东人？母鸡啊。嗨，两码事儿。您这买母鸡，哎，勤累分功嘛。喝完这个汤啊，就踏实了。是，出去游泳去，这还是锻炼啊。哎，上河边哦，把跳广场舞的老太太们都叫过来，快来呀，快来看干嘛呀？看我游泳。游泳有什么可看的？老太太们都来了。嗯，看吧。嗯，就是他。嗯，看着吧。是，哎，他爸爸脱背心儿，啊，连裤衩都脱了。嚯、哦，干嘛光着呀？让你们看看后背的纹身，还有纹身。他爸爸有纹身啊，纹的什么呀？打脖子后边到脚后跟，嗯，纹了一整条的带鱼，多腥气呀、啊！这玩意儿，呵，纹带鱼，一整条带鱼，你、啊、穿着裤衩不好看，就断了那个。你见过带鱼穿裤衩吗？是吧？没听说过。老太太们都坐那儿，你爸爸。啊，行，别亮相了。这、嗯、老太太们，去吧。对，去吧，你去吧。啊，可不是去吗？你爸爸啊，谢谢、啊、谢谢谢谢。谁跟你客气了？谢谢。懂一下子跳水里边游吧。哇，行吗？活灵活现，游得好。每天游泳，嗯，反正都得让人家拿渔网给捞上几回来。这也太像带鱼了。这游完了，嗯，就到中午了。哦，自己打电话，嗯，叫一外卖。这还挺时髦，呵，跟别的老头不一样啊、哦！来披萨，吃洋餐。一会儿披萨送来了啊、哦！大爷，给您切开吧。切吗？切八块还是十二块啊？啊，切八块。为什么呢？十二块吃不了。傻子，老头是，吃饱饱的啊！这一个披萨能都吃了啊！这饭量不错。哎，吃一个披萨，再来半碗女鸡汤。对，别提那女鸡汤了。还等着呢，那女的稍微躺一小会儿啊，起来之后要到健身房，嗯，去拉皮条，啊，您这词儿太脏了，怎么了？那叫拉皮条啊？那叫什么？那叫拉背气，拉背气。他爸爸奔健身房，对，那没有这么大岁数上健身房玩去。是啊，爸爸一去都认识，呦呦呦呦，是吗？玉谦来了啊，这就别提这个了。玉谦他爸爸玉谦，就别叫了。老爷子您好。啊，老头好好好好、啊、好好练啊。嗯，你又偷懒了吧？啊，挺熟。哎呦，胖子你又来了 啊。哎，小伙子，嗯，你这个胸肌练得不错呀。是啊，大爷，我是女的。哎，呵，哎呀，你再给人捶回去，你怪害臊的。你是看清楚了我？对不起，姑娘啊。啊，明儿上河边看我游泳去啊。嗨，别提这个了，你这哎，高兴。啊，这活动一下午，嗯，这一下午的汗都出透，那是锻炼吗？别人锻炼完了就跟这儿冲个澡就走了。哦，他爸爸不行，怎么？必须得上青花池去洗澡。青花池那是老店，北京的青花池啊，他是连捶腰啊、再按摩啊、再搓澡，这是一套。哎，对，有这么一套，还得上青花池，那舒服啊。打健身房这儿出来，这汗都塌了啊。青花池，嗯，看见青花池这匾，他爸爸就开心。
高兴。洗澡就得老字号，是吧？知道吗？啊，哎，这儿洗澡洗得痛，脱个一丝不挂。嗯，那伙计们也都认识他，是吗？于大爷来了啊，对，上屋里脱了呀。对，我在大街上脱的呀，马路上就脱。对，我可不是看着扁就开始脱了吗？这。在街上就脱干结结的啊！哎，这才进来，进来坐在这儿沏点茶。是，别人都沏茶呀。啊，他告诉，我那个别太热的水。干嘛呀？不喝太烫的水。哦，要刚健身完这么喝受不了。哦，我来点冰水吧。怎么想的？凉矿泉水有没有？冰的。哦，好，来四瓶。四瓶？四瓶冰的矿泉水，啊、啪啪啪啪摆在这儿。哦。老头打开这个包，自个儿带一包，嗯，打开包，白帽子，白大褂，行了，干嘛呀？又把那套惦记上了？拿错了可能是啊。哦，没有，这是我的。嗯，打里边拿出一塑料袋来，这塑料袋里是？这是傍晚的加餐，他要吃什么呀？干炒黄豆，加黄豆啊？哼，这一袋5斤，好家伙，大铁锅干炒黄豆。嗯，打开了啊，干呢，往那嚼啊，这不有凉水吗？啊，这刚出完汗，痛快。哎，嗯，5斤干炒黄豆啊，4瓶凉矿泉水，喝下去，就这点东西，一般的驴吃不了。废话，驴比吃完了，痛快了啊，下池子泡澡去。啊，那暖和了。下池子还得最热的水池子。老头嘛，都这样。顺着边下去啊，呵，怎么样？打汗毛眼儿那么舒服，那就是泡的目的嘛。列位，我也不知道您谁好洗澡啊。5斤干炒黄豆，是4瓶凉矿泉水，这跟好洗澡有什么关系？在肚子里行开了啊，外边拿热水这么一腾，嗯，就这肚子里边就跟开了锅似的。难受，顺着你父亲的身体中后偏下部啊！哎呀，好家伙，就跟骑着摩托车下池子似的，没听说过。哎呀，嗯，越来越响，越来越痛快啊！嘟，还没灭火呢，满池子气泡。是啊。伙计过来了啊，大爷上来吧。怎么了？水开了。去你。